节就要到了，假期去哪里玩？我和家人一起去北京旅游。北京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一定要去爬长城。会的，那你的假期有什么打算吗？我和男朋友去巴厘岛。好棒，那里很暖和呢。是的，我们要去海边看日出。你们是坐飞机去吗？是的，买好机票了。对，提前买可以便宜很多。祝你圣诞愉快，玩得开心，圣诞愉快。